好，接下来有请教练官将男子拳王减免65公斤以下量级的选手带到我们的中央位置。等一下会进入到决赛，会叫到六位选手会进入决赛，然后叫到六位号码选手出列。200号、201号、202号、203号、194号以及199号请出列。后排选手可以先离开，谢谢。那以上就进入这量级进入决赛六位选手，来，请带队官调整一下号码顺序，带队官调整一下号码顺序，谢谢。正面双手攻了中心。正面后面起
接收广播录音。194号，核心199号，请到我们中央位置。音乐请开始。谢谢200号，接下来有请200号选手选到我的中央位置。203号，请到我们中央位置。音乐请开始。
203号，谢谢。那请大陆官请将男子棒球队组进这辆机的六位选手，在我们后方操作的地方休息。好，接下来请大陆官请将男子棒球队65公斤量级的选手，六位选手站到我们中央位置。第六名202号谢尚恩，来自新北市。第五名194号吴哲伟，来自金门县。第四名201号赖昌志，来自南投县。第三名200号陈恒武，来自嘉义市。第二名199号陈俊明，来自高雄市。恭喜第一名203号林群峰，来自桃园市。203号就留在舞台上喽。我们好，请全总总冠军请离开。好，谢谢，邀请大家参加该亮级的选手，等等我们下方。